本节目由澳大利亚资深房地产开发商 Brady Property 倾情赞助，冠名播出。Brady 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本节目由 3CW 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东方新区报、东方北京青年周刊、今日悉尼、澳洲帮联合传播。本节目特别感谢新浪微博独家微博支持。Brady 留学梦8090在澳洲又和您见面了，大家好，我是翟云。随着上个世纪的移民热潮和近些年来对于移民政策的紧缩，毕业之后是留在澳洲还是回到中国，几乎是每一个留学生要面对的问题。而本期的两位主人公啊，就是这20万留学生当中的一份子。那一起来让我们看一看他们在面对去留的问题时是如何选择的吧。这是墨尔本市中心紧靠 RMIT 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的一栋公寓。几位年轻的留学生正在玩着一个叫做《三国杀》的游戏。对，昨天你对他造成伤害了是吧？算了，对他造成伤害，他可以发动，他也可以啊。这个看起来有点腼腆的男孩叫顾林毅，来自江苏常州，朋友们都叫他小白。2年前来到墨尔本，就读于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信息技术专业。墨尔本号称澳洲的文化首都，多元的文化、优雅的市容和浓郁的学术氛围，每年吸引着数万名中国学生来到这里留学深造。就是2010年3月份到这边来，然后为了赶上7月份 MIT 那学期开学，然后就是之前读语言班，读了15周，读完。毕业的时候，语言班毕业的时候还用了一次 CP， 然后就是也算毕业了。毕业了之后就是去 MIT 上学。不是所有的留学生来到这里就会爱上这座城市，就像小白，对澳洲的生活方式、教育模式并不那么认同。毕业那学期考完试，反正虽然还不知道成绩吧，然后也知道有那一门有点危险，就是可能会挂，但是抱着侥幸的心理，然后我就是买了最早的机票，就立刻就回国了，结果谁知道挂了。最后一科挂掉，让小白又多花半年的时间重修。澳洲大学的毕业证并不那么好拿。直到后来知道要回来再读一学期的时候，我爸妈埋怨是肯定会埋怨的，就是要毕竟要过来又花，要多花半年钱，还要多用半年的时间。但是以前我在南理工读书的时候也挂过了，所以他们也不是说不能接受啊什么的，就是比南理工学费更贵一点。当然，毕业后是否愿意继续留在国外，这是很多留学生都纠结的话题。最近对于这个问题，他考虑了很多，因为他马上就要毕业了。游泳池是墨尔本高档公寓的标准配置，这也是爱游泳的小白喜欢住公寓的原因。
将近400万人口的墨尔本是澳洲第二大城市，可是小白却觉得这只是个小地方。刚来澳洲，可能下了飞机到了墨尔本就觉得这个墨尔本这个城市很小，后来来了一段时间，发现好多朋友都管这里叫墨村，想想还是挺形象的。到了晚上嘛，要么就在家上网，要么就学那些老外一样去夜店，也没什么其他娱乐活动了。然后后来出去玩，到了其他的几个城市转了一下，发现其实墨村已经算好的了，我们已经可以算在澳大利亚最好的城市了。小白的看法也许代表着一部分留学生的真实想法。像我前几次回国，只要一下飞机就觉得感觉就不一样了，就有一种到家的感觉，都不用见到去接我的爸妈，只要下了飞机还没进中国海关，就是已经感觉跟这边完全不一样，就感觉就很自在。在墨村的时候嘛，感觉都不是自己，总归有点格格不入，生活也没什么激情。然后如果我回国的话嘛，就如鱼得水，因为同学什么的都在国内，所以总归自由一点，也热闹一点。等了许久，最后一科的成绩终于出来了，小白顺利通过。今天学校通知他去拿毕业证。来，走。Thank you. 这个就是刚刚拿的毕业证明，是因为毕业证还拿不到，所以这个就是用来证明我已经从 MIT 毕业了。留学生涯总算也是划上句号了，这样就可以回家了。这栋公寓里住着很多中国留学生。这个两房的公寓里，两个卧室被另外两个留学生住着，而小白的卧室其实就是客厅。他早就想回国，于是把卧室让给其他人，自己早早搬进了客厅，只等毕业证拿到，他就要走了。这个华人在这边属于西方国家的话，进入主流社会还是有难度的。走在街上看到那么多，不管是本地的澳大利亚本地人啊，或者是其他国家来的外国人，反正都觉得这里是别人的地方，感觉自己就是外来的，不属于这里的。也许正是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留在澳洲，所以小白并没有努力去融入澳洲的社会。在他看来，法治健全的澳洲社会其实意味着不给人留下什么机会。因为就算办好了雇主担保留在这边的话，也只是给别人打工，这样的话在我看来就是还是几年做下去，可能工资能涨一点，但是就还是那样，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想要做一番事业的话，我觉得还是国内容易一点，虽然国内的人多，竞争压力大，但是机会也多，而且国内的各方面像市场什么的都没有这边这么完善，所以还是有很多潜在的机会的。本来呢，我爸妈让我办雇主担保留在这边呢，我也是想过就是留在这边，本来想想还是可以接受的，也行，就是留在这边就安稳的这么找份工作，慢慢的打打工，然后以后嘛
反正房子什么的有了嘛，就这么一直这样过下去。但是后来想想还是怎么说呢，太无聊了。想想如果一辈子就这样就这么一成不变的过下去的话，感觉亏了。其实小白的出国留学是被父母安排的，从小乖顺的他这次想要自己决定一回。这次选择回国嘛，本来我从小到大被我父母安排，虽然也看也没什么 没发现说被他们安排的路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但是这次我就是想自己做个决定，我觉得自己人生还是自己选择比较好。说到以后会不会后悔，我觉得不管做出什么选择，反正就像这次的，不管是留在这边还是回国发展，都是反正你想要有发展都是要努力的，只是两个环境不一样而已。也不能说如果我这次回国发展的不好，然后就后悔觉得还是留在这边好，这个也不能这样觉得，可能我留在这边发展也不好呢。所以我觉得既然做出了选择，就不存在后悔这个问题。小白就要回国了，朋友们一起聚餐算是为他送别。小白难得的起了一个大早，因为今天他就要正式结束自己的留学生涯，他要回国了。已经外出旅游的室友来不及送他，在黑板上给他写下了祝福。也算我生活时间前三长的城市当中一个，除了出生的城市和南京上大学待了三年，这个墨尔本住的时间最长。总的来说还是开心多一点吧，也算对自己做的选择马上就要开始了有点期待。
讲述精彩创业故事，展现独特创业理念，记录难忘创业历程。澳洲的中澳同步传播，我从东方来，创业在澳洲。澳洲大型创业电视专题栏目《创业在澳洲》，把您的精彩故事告诉我们，一起分享澳洲创业的感动与成功。同样是在墨尔本市中心，上午九点，又一个留学生开始了他忙碌的一天。他叫王硕，英文名叫 Peter， 来自河北常德，是这家酒行的经理。同样，他也是一个留学生。现在我给你看一下，怎么样？还 OK， 生意现在OK， 一般般讲，好一点嘛，跟冬天比的话，现在夏天快来了嘛，因为。夏天喝酒的多一点，这样对，喝啤酒多一点。冬天人很懒，不出门的，这现在还 OK。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员工 ，Josh。Yeah, this is Josh from Adelaide. He has been working here for 1 year more, I think. Yeah, he loves me. I'm Ning. Nice to meet you. Very friendly person, loves to come out for a drink with us. Favorite drink is creamy Sauvignon guy. And he always tries to help out when possible. I've met all his family, they all come in, it's like a very big, I know we almost call the shop a family because my friend who grew up in Adelaide with, he works here, so he's like my brother, so Peter's like my other brother. Yeah, the doctor, brother. Yeah, I don't think I can say I'm screwed. He's strong. Yeah, all cool. Yeah, 50 cases? 60 or not? Oh, 60, a lot, yeah. 但他做这个生意最主要的还是为了要移民。这种边读书边做生意的移民方式叫做留学生投资创业移民，在澳洲的签证代码是845。Yeah, thank you very much. So let's wait. 现在就是看一下我们的货有没有全部收到。对，这个酒在这边。What is this? This is free, like. Yeah, he gave us these two free. Pale Ale. We got one kit free. Yeah, yeah. Because he gave us this, but he said he can't give us that for free. So he gave us these for free instead. Yeah, they're like all sorts. So it's got like a darker, bright, like a different, the bright ales, pale ales, all dark stuff in it. Well, cool, yeah. Be cool. Peter 两年前就接手这家店子，顺利完成了移民局所有的要求。递交了绿卡申请，并等待审批。最近听说845签证要被取消 ，Peter 很担心。新西兰肯职业公司，我去年递申请的时候，他们给我的 case 考虑的挺周到的，然后准备的也很细心，我的心里很放心那个时候。但是最近我听说845要被取消了，哇，一下子感觉我要被取消了，很紧张。今天我来问他们一下，会不会影响到我？这样？当然不会了。对。哎，这边。这边 OK。哎，你好，我跟建有预约今天。Peter。Peter 是吗？到这个会议室吧，建已经在里面等你。OK， 好，谢谢。你好 ，Peter。你好，你好，很高兴见到你。行，请坐，请坐。
对，我今天来就是听说那个巴苏好像被取消了，我问一下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我的 case。 因为你的巴苏申请我们已经在4月18号就已经递交了，那么他正式取消移民局这次公布正式取消巴苏签证是在7月1号以后，啊，所以你的申请还是会按照老的政策来审理。对，Peter， 我可以给你一些 update 啊，因为最近我们陆陆续续有很多的像你类似的持有学生签证的巴苏申请人都批下来了。那么他们当中有做 juice bar 的，有做 sushi bar 的，那么还有做那个 subway 这个加盟店的。哦，啊，各种各样的生意基本上都是审理的比较快，都顺利批下来。哦，那是不错，那是一个好的消息。那我现在也应该放心了，我这边应该也 OK 的。对，你应该完全放心。现在你就是要做的事情，就是一定要平衡好你的学习和生意的关系，啊，因为签证官可能会比较注重于，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学生签证的持有者，怎么样一边能够不耽误你的学习，一边能够把这个生意管理好。所以这个是你需要平衡好的。OK， 这个应该没问题。行，那今天就到这儿，我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好的，非常好，非常好，谢谢你。哎，不用谢，很高兴，很高兴。好，再见。拜拜，拜拜，拜拜。移民中介的一番话让皮特放下心来。2008年毕业的时候，澳洲移民政策大调整，皮特失去了独立技术移民的机会。为了能够继续留在澳洲，在中介的建议下，皮特做了当时并不多见的845投资创业移民。还是留学生的皮特从未做过生意，但为了移民，困难再大他也只有硬着头皮上。当初留在澳洲基本上是我自己的想法，这样因为在这边读书也很久了嘛，然后也比较喜欢这边的生活，也想在这边做生意，这样做点生意，所以我就是想弄这个店，然后做移民，第一次做生意，这样也之前没有做过生意，然后又是在不同的国家，这样然后讲不同的语言，所以第一次弄就是很多不明白的东西，这样比如说有很多 suppliers 好像进货商，这样我要跟他们联络，我要跟他们进货，我要填表格去建立一个叫什么 account， 去银行开账户，你要有那个刷卡机，就是所有东西都要自己去弄一下，这样在一个法治健全的社会，也会有不守法纪的人。好一阵子，小偷们让皮特烦心不已。Not change. You want back or? Cheers. 有些时候是三四个人进来啊，或四五个人进来，一个人跟你讲话，好像就是牵扯你的精力嘛，跟你讲话好像这个多少钱，这个多少钱，这个多少钱。你不会注意到其他人，那个时候他们会好像有人会拿一两个放在口袋里，这样你也看不到，就这样。酒行里的员工全部都是外国人，一个中国人怎么管理老外员工，这也是个问题。去年有一天我抓到我的员工偷钱，是我从摄像头里面那个 video 看到，因为我看到他卖的东西有点不对跟系统里面，所以当我查的时候呢，我发现他5:50卖了一个可乐，但是系统里面5:50没有这个可乐，所以我就是感觉那个可乐他应该给顾客拿走了，这样但是他钱收了，他把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了，这样对也有很多次他做了这种就是偷钱的东西，做了很多次很多次，所以我当时很
很不高兴吧，反正把他开除了，换了其他人进来这儿。对，做生意的过程虽然没有大的波折，但也麻烦不断。相比之下，皮特更喜欢学校的单纯。这边就是我的母校迪肯大学了。我在这边读书读了六年，从语言本科、研究生，全部是在迪肯这边读的。在这六年里呢，我感觉自己慢慢的适应了这边的生活，也很喜欢这边的生活，因为这边我感觉它的环境很干净，人们也很友好。感觉生活和工作在这边压力没那么大，很小，感觉很舒适的感觉，所以我个人决定呢，想留在澳洲多发展几年这样。留下来是因为喜欢澳洲，虽然他不喜欢这种留下来的方式。等待签证批准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两个多月后的2012年7月10日，皮特终于等来了好消息，他的绿卡被批准了。走了14分钟，还下雨，天气很奇怪。对，今天他去移民局去贴新的签证，很舒服，松了一口气。因为在这边待了7年，然后读书读了6年，然后做生意做了2年多，也很麻烦，很辛苦，生意做得很辛苦，没那么简单，比国内应该辛苦一些。对，那我先进到里面先去贴。好。而就在仅仅10天之前，845签证被澳洲移民局正式取消，皮特成了一个非常幸运的家伙。真的要离开了，连我们的编导都感觉有些伤感。等待安检的小白始终背对着我们，却一直高高的挥着他的手。不知道执意回国的他此时此刻的心情，但也许还不愿意放下的手臂，算是对留学生活不舍的眷恋。其实，无论是小白所舍弃的，还是皮特所追寻的，都是每个人为自己做出的最好选择。因为生活在别处，生活往往就在此。
几张从心事难舍的泪花，未知伴随终极一同出发，还记得吗？初见花花世界的繁华，梦想就在那一刻。